当讲奥运这个过几天啊，特别来收尾咯啊，从日本那新增加较近的人数有15,500例，当讲都都5,000多例，啊，各创新冠的记录，因为日本的首相即菅义伟表示讲未来实施全国封锁，啊，不过会甲当地实施的措施扩大范围，啊，不过有还是有民众去抗议讲，那在疫情之下还阁继续办奥运的。东京奥运8月7日闭幕，不过来到尾声的时阵，新冠病毒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初四到初五相连续两天新增加确诊创新高，初五更加是头一摆超过5,000人确诊。看到相关的新闻，东京居民感觉真烦恼。毎日僕は救急車の数を見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の救急車来た後の消毒がもう大変そうだなと思って。防疫专家认为，讲奥运期间民众防疫双人，估计刷落来东京，逐天新确诊的人数恐惊会达到10,000例，嘛烦恼讲会冲击到医疗体系，建议紧急事态宣言扩大日本全境。日本首相菅义伟无拍算安尼做，不过有甲目前实施的防止烧炭重点措施，对原本5个道府县扩大到8个。そういうことから考え方の中で拠点をしておりますので、全国的にということは考えてはおりません。初五伫个闭幕典礼举办地点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外，有数十人聚集抗议，和警方发生烧炭冲突。全て嘘です。ですから、しかもこんなコロナの状態になったので、ここでなぜオリンピックをや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がもう許せない。甲奥运相关的确诊数嘛有增加，初五新通报有增加31例，目前累计353例，包含希腊最上8个选手，全队12个人已经6人确诊。事实上，奥运还未开幕之前，疫情已经阁无乐观。7月中旬以来，东京一直伫个紧急状况，阁小煞增加4个地区，延长到8月31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